对，是谁？我觉得三朵和九颗鱼，还有林墨，林墨总在我旁边，所以我躲他们，而他的后面。哎呀，哎，我又我躲他的后面，真的容易。因为我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你看他们都，你看，你看我一下，都你看，你都你看。还没我一下，哎，别，哪里吗？我很懂事。他们一看笑得多开心呢。